最近刚播完的《风筝》就是这样一部让人看完后仍然回味无穷的谍战剧。饰演严娥的齐欢因为出色演技获得观众的称赞。他1979年出生于吉林省，童年时代考进了戏校，成为中国戏曲学院的第一位京剧女老生。毕业后的他懵懂之中又与军艺结缘，进入战友话剧团，成为一名部队文艺工作者。也正因如此，他身上始终有一份来自于军人的坚毅与执拗。很多人认识他是在2006年中的与青春有关的日子，他在剧中饰演李白灵一角。该剧由佟大为、陈羽凡、白百合、文章、齐欢等主演。该剧讲述的是一群出生于上个世纪50年代末、生长在北京某军区大院的孩子们所共同经历的特殊时代的青春往事。出道15年的齐欢，每一部戏都稳扎稳打，坚持踏实拍戏。除了《风筝》之外，仅在新剧中，齐欢饰演的如懿的贴身侍女容佩，将与饰演如懿的周迅上演大量对手戏。可以说在四大宫女中最大的亮点就是齐欢，演技与颜值并存。